中国女排漳州集训大合影出炉，魏秋月和徐云丽现身，姚笛缺席。28-3-2019，北京时间3月27日晚，福建漳州市委有关领导在漳州宾馆亲切会见了在漳集训的中国女排，向女排姑娘们致以娘家人的亲切问候和美好祝福。在合影中，我们看到了福建省原体育局副局长、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，第一排黄色衣服，里约奥运会冠军已经退役的二传卫秋月和副攻徐云丽，全部队员如下。第二排左起黑衣服，刘艳涵、王梦洁、刁林宇、丁霞、郑艺昕、胡明媛、孙燕、段放、林丽和倪非凡。第三排左起黑衣服，刘晓彤、闫妮、张常宁、王媛媛、袁心月、杨涵玉、杜青青、李盈盈、龚翔宇、魏秋月和徐云丽。从位置上分，主攻五人：刘艳涵、段放、刘晓彤、李盈盈、张常宁。副攻六人：闫妮、袁心月、杨涵玉、胡明媛、郑艺昕、王媛媛。接应两人：龚翔宇、杜青青。二传三人：孙燕、刁林宇、丁霞。自由人三人：林丽、倪非凡、王梦洁。其他人员：魏秋月、徐云丽。之前在漳州集训的天津二传姚笛今晚未出现在合影中，缺席原因不得而知。其中值得注意的就是魏秋月和徐云丽的惊喜现身，他们具体承担什么任务还未官宣。